山东临沂费县的上野大鸡，这个是大鸡上的饸饹面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山东费县的上野大鸡。今天中午啊，我们去吃一个6块钱一碗的饸饹面。刚才就是一碗是吧？大哥水慢了。哦，给我来一碗，然后我看等一下加什么。然后再加面对吧，这是提前在家里和好的是吧？不是，塞进去。是不是这一罐就是一份的钱？两份，大份啊。那我加鸡蛋和杆子。我加一个鸡蛋，还有杆子怎么办？哦，那个杆子呢？这个。那种就是说。豆腐干啊，豆干啊，对，这个对，好，加2个就可以了。还有什么能加的呢？有豆皮，有豆白、豆叉，加个那大的豆板。豆黄，那叫什么？就大的那个方块状的。这个就是一碗，一斤多了。师傅，我高兴的不是，我高兴的是你。这加的是汤料是吧？对。就靠这个提味呢。这里边有木耳。鸡蛋。这个带走的。哦，那叫带走啊。给俺外甥走的，用碗里说的。好的，没有鸡蛋就算了，就这几个。给我，我来，我。给我这个行吗？可以了，我再来吃，再来吃。山东费县上野大吉的饸饹面，这一份是7块钱，加2个杆子是7块钱啊，不加杆子这一大碗是6块，里面有木耳和鸡蛋。不、哦，吃一口啊、哦。这饸饹面啊，比较有弹性。7块钱吃饱了。我旁边这个帅哥真的是21岁，从1岁的时候就开始吃，家里面大人带的。4岁，真的吃了有将近20年。差不多。就住在旁边对吧？对，就住旁边。哎，怎么不在家吃饭呢？在外边干活。啊，有时候家里边。回来。哦。他在外面吃了。5天出一次摊。对。对，也不是天天吃，5天才出一次汤。嗯，它这个面呢，带一点这个面的浇头味。再喝一口汤。